我咁相信大家睇咗我師傅嗰個 Ice Bucket Challenge 嘅片段啦，咁佢咧就特登就陰點我，佢咁錫我啊嘛，係咪先？特登就陰點我咧，就要再嚟挑戰接受呢個 challenge 嘅。咁 OK 嘅，咁其實咧我哋呢個嘅知呢個嘅 challenge 咧，其實雖然望落去真係好潮，但其實背後意義咧，我希望大家唔好忘記就係咧，要希望提高我哋對 ALS 呢個漸凍人嘅 awareness 啦。咁咧，所以咧，我陣間會之後去淋水啦，淋完水之後咧，其實我係會再去捐錢，捐出1000蚊啦，去俾我哋香港本地一個組織，就叫做咧香港健肌協會嘅，咁就希望可以幫助我哋呢班嘅病人，為佢打打氣嘅。OK， 咁啦，我接受完 challenge 之後啦，當然啦，師傅就特別吩咐我要再去向三個人挑機嘅。第一個就我嘅二師兄 Rick Chan 啦，第二個就係嘅三師兄 Jeffrey。最尾又唔少得嘅，梗係邊個啊 ？Debbie 啦，師姐啊嘛，係咪 ？OK， 咁嚟㗎啦喎，而家就將呢盆水咧，嗱本身其實好多冰入邊㗎，不過咧就已經咧因為時間咧過咗，已經溶咗啦。希望大家去原諒我啦，好嘛？咁啊嚟㗎啦喎，準備啦，3、2、1。爽啊！